10月80日晚，马伊琍通过微博晒和成龙、宝剑锋三人合影，并称我们仨每年来报道。照片中成龙将马伊琍和宝剑锋分别搂在怀里，双手比着剪刀手，马伊琍一脸素颜，笑容甜美灿烂，画面非常的温馨，三人友谊令人羡慕。此照片曝光后勾起众网友的回忆，纷纷围观并留言称真空爱情记录，童年的回忆。真空爱情记录是马伊琍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，而剧中的两位男主角分别就是成龙和宝剑锋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